中古屋总有着格局不佳或者是采光不足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看两对首购族夫妻突破老屋旧有框架的故事。从事工业设计的年轻夫妻，想让人生的第一个家有别于市面上的装修手法，展现设计人追求的创新与独特，让动线格局到外观表现都能够具备设计巧思，并解决原本老屋采光不足、通风不佳的问题。曹君达设计师面对这艰巨的挑战，要如何满足屋主对于空间设计的高标准要求？从事市场行销的夫妻买下了三面采光又有前后滤景的中古屋，是台北市区不可多得的住宅环境，但却因为隔间墙面浪费了这样的好条件。李培安设计师要如何打开空间，展开格局，将户外的好风景和室内设计结合呢？单身不是一种潮流，但享受一个人生活带来的小确幸却是种平凡的幸福。为自己做饭，打造美味的饮食氛围，就成为一股风行的潮流。今天的好屋百科要带你看来自台湾的设计品牌，以新旧交融转换老物件的石器设计，添入活力创意。赶快为自己选用一套极具风格创意的石器，丰富一个人的美食生活。如果今天你要装修房子，是否有先预想过梦想中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三房两厅，还是有开放式大厨房？身为工业设计师的年轻夫妻，对人生的第一个家，希望有别于市面上的装修手法，展现设计人追求的创新与独特，让动线格局到外观表现都能够具备设计巧思，同时解决原本老屋采光不足、通风不佳的问题。所以要求设计师尽情发挥所长，打造一个极具品味格调的居家空间。屋主夫妻都是工业设计师，想法非常前卫，希望使现有空间的设计跳脱一般居家装潢。设计师该用什么方法打造出与众不同的室内空间呢？工业设计师夫妻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设计，要如何在空间中凸显设计人的专业品味呢？老屋的长形格局让采光仅限于前后阳台，通风也因为长形阻隔较不流通。设计师该如何突破这个限制，让屋主住起来更舒适呢？伦敦艺术大学空间设计硕士，现任大学室内设计系讲师，以新锐室内设计师的创意解决满足问题室内设计表面上的特定条件，如不同的基地环境、生活方式、机能组成，但期望透过使用者更多的参与和沟通，挖掘实际的生活态度与活动，创造真正符合使用空间及潜在有趣的居住形式。他是新潮空间的创意家。风格的部分其实是在使用者，也就是屋主的身上发现到说，他们是喜欢收集中国古董，还有比较现代的北欧家具，属于个性比较强烈而且比较鲜明的这种物件，所以在风格的设定上就比较潮，比较简约风，然后在使用的形态上是比较自由奔放的 loft 这种形态。色彩计划的部分，其实中国风的材料比较偏木为主，在陈列上已经会有一些温暖的感觉了。北欧的家具上会比较呈现是缤纷一点的颜色，比较粉色系的，所以两个在搭配上其实已经个性上已经是有点强烈了，所以在整个空间调性还是以黑白灰中性色调为基础。在空间的材料设定上是以白色为基础，那白色的部分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很容易弄脏，但是呢，我在这次使用的是一种方樟的油漆处理方法，所以在使用上是不会有这个太大的问题。另外在其他的材料上，我配了
木地板以及植栽啊，去带入一些比较自然的质感的材料进来，让整间屋子虽然都是中性色调，但是它还是有一种温润的感觉。在动线的规划上，是有一次偶然在音乐行听到这张专辑的部分。那其实这张专辑给我的感觉是，它是有一种灵魂的奔放，然后甚至是到适度的这种空间想象。所以我在规划上就是决定要采这种非常自由的游走行进的路线，所以我就使用了自由动线。为了要实现身为工业设计师的屋主夫妇对于居住空间创意不设限的梦想，既能满足顶客小夫妻二人世界，又能够达成周末宴客有十几个朋友聚会的需求，设计师有什么不同以往的设计手法呢？哎，三十几年的老旧社区啊，我们就会想到会不会有一些格局不理想啊，或是采光通风的问题。可是我们今天来这个家，非常的明亮，你看到没有？并且没有开冷气，其实很凉爽。对，而原本的格局就是它有一个梯间是吃到这个屋子里头来的。这边是梯间嘛？没错没错，就梯间在这边。那刚好管道间也是在梯间的正对面。这边。对。那如果我要去牵动这个厕所的位置的话，那室内的面积就会太高。是。对，所以在天花板的设计上其实已经有一个限制，所以在这高度上没有做太多的一个压缩，所以尽可能不要去移动这个厕所。对，那如果不移动厕所的话，它的格局上就会有一个像哑铃这种形状出现。哑铃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客厅、厨房、餐厅的部分是大的，后面是主卧也是大的，中间一个小小的走道。没错，所以在这个屋况呢，它在一个自然环境下，它的通风上和采光上就做到很多的阻隔。那原本的隔间是怎么样？它是分几房几厅？原本的隔间是属于两房，然后一个餐厅，然后一个客厅，分别在哪边？这个是客厅的位置，客厅还是在客厅？对，但是呢，它的主卧房竟然是在客厅的正后面。这边有一个墙阻隔是主卧房，对，等于说你在看电视，可能在睡觉的人没办法好好的睡，在后面。好，然后再来那个方向是厨房的位置，这边是餐厅厨房，对。然后厨房的隔壁又是另一个次卧房，是等于说你在灶咖在煮东西的时候抽油烟机。都听得清清楚楚，都听得清清楚楚。哦，对。那现在我们改成变成这么的明亮跟通风，你做了哪些的变化？我做了的部分是在这个开窗的部分和后面后阳台的开窗部分做了一个垂直的动作。是。那就是好比这个电视墙跟我书房的书柜。哦。这个是垂直的动作，那它主要的用意是不要去阻隔，不要去阻隔这个自然的优渥的条件，例如说。自然的采光跟自然的通风，我了解了啦。前后两边是采光，它中间的隔间的部分现在已经不是隔间了，变柜体了嘛，都是垂直的。原因是因为风跟光线都是平行的，可以这样流过去。对，本身这个整个的家是比较没有隔间的这样的形式。没错，屋主他是两位新潮的工业设计师。哦，对，没错，所以在他们在接受这个教育下，他会比较能够接受国外的像 loft 这种的使用的居家风格。是是是，没错。所以那 loft 它其实是以自由动线啊哈，对，然后加上一个比较没有限制的隔间，所以去形成这个 loft 的基本的架构。所以在整个空间上没有隔间，我会给它定义成一个像一个大的 one room。这个家没有明确的某一个卧房，没错，没有隔间，这一整个家都是一个房间，没错。当初在买这间房子的时候啊，其实房子的格局很一般，那我从事设计工作的背景会让我很强调光线充不充足，动线流不流畅，所以我就跟设计师做一个讨论，那他提到一个弯润的概念，让我觉得很棒。也就是说，我的整个空间虽然不大，但是我把它全部串联起来。我是置入了一个像空间重叠的这种概念。空间重叠，对，所以的何谓空间重叠？就是说，假设说我需要手掌大的客厅跟手掌大的餐厅，我空间上不允许我两个都放进来，没有办法都这么大。对，所以我只能做一个说重叠的部分。重叠，那用弹性的使用，例如说我今天人。比较多，客厅使用量比较大，那我餐厅变成一半哦，好，那或者是说大家用餐的，那我客厅没有人使用，我这边客厅变成一半哦的这种概念想法，
重叠的想法，就好比这个电视柜，这电视柜其实是可以弹性使用的。我是利用这个中间的这个支柱，从地上然后做一个支撑这个电视柜，是，然后支撑到这个梁下。对。那怎么去重叠使用呢？跟电视柜重叠使用的时候是，当我在翻转这个电视柜的时候，它可以动哎，没错，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大反转！哇，这样子我就了解了。你把电视柜这么一移动，整个客厅变很大。对啊，变很大。然后像客厅的位置、餐厅的位置、餐厅的部分家具再往这边移动，我们就是客厅就变得更完整。像刚刚的电视机不是面对的是客厅，沙发的部分，那现在是转过去面对外面，是，那刚好在这个电视机有分里跟外，那这个外的部分就是朝着外面，里的部分就会露出这个特别设计的一个电视后面的书柜，是，对，那书柜就是可以放一些屋主他平常的收集的嗜好，然后像 CD 啊、书啊，是，所以在他邀请他 的朋友来的时候，可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邀请朋友来，感觉沙发好寂寞，对，只有一张沙发，因此其他的朋友们可以席地而坐嘛，因为这块区域是很舒服的。对，这块区域就是设定给他们席地而坐的。哦，并且既然朋友来了，就不要再看电子产品了，电子产品留给山来看，我们就好好的来聊天了。对。那像外面的区域呢，有我的客厅，还有厨房。在朋友来的时候呢，我只要调整我的电视墙，一样我就可以变成一个容纳十几位的朋友可以聚会的地方，那不会有任何的拘束。所以这个概念对我来讲很受用，我觉得很喜欢。讲到我太太最喜欢的空间，那应该就是厨房了。因为我们的厨房呢，在设计的时候有加入一些留言背板是铁片式的，那他可以在上面做书写的动作，所以他有时候可以做一些留言的动作给我，例如Honey 冰箱里面的东西记得吃啊，这些的就是他很喜欢的。那另外呢，还有设计一个漂浮式的层板，它可以让厨房不只是厨房，芝麻开门，整个电视墙芝麻开门是可以移动的耶。对啊，可以移动到90度吗？会靠墙？可以移动到90度的位置。哦，那整个卧房变得更大了。